东宫者，国之根本，内外之所寄，为江山社稷寄，为天下苍生寄。本乃诸家人，生不由人，死不由己。如今的朝堂，淮西独大，就是一口大棺材，欠了钱还不算，还要杀人，请殿下还凤阳百姓一个公道啊！新贵也好，石大夫也好，得罪他们朕是不怕的，可你要是让朕得罪了天下的百姓，朕却不敢。大明朝建国以来，还真从来没有办过这么大的案子。咱朱家人的天下，得靠咱朱家人自己看护好。自至今，犯上作乱者，莫非全相功勋和内功，其所相互功华多脱颖而出者，必是豪杰。从今天起，你和你手下的人就是大明朝的眼睛跟耳朵，不管是北方的蒙元还是朝中的心怀叵测之辈，只要听到你的名字，他们就汗出如浆，战栗不已。他就是锦衣卫的首领，是你这个新任探马军司南面房打鲁花痴最大的敌人。我大明朝下民不可虐，上天不可欺，是天子以老百姓共天下，非与士大夫共天下。一家哭总好过一路哭，百官哭总好过百姓哭。他在成天门外杖责百官呢，有过像他这么跋扈的亲王吗？非要搞得无事生非，一定要搞得我大明朝官员人人自危，他才满意不成？与其说陛下不想宽恕阎王，不如说陛下是不想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传旨，天子命要给朕传旨。满朝文武贪腐也不止一个，不能为祸。北八百里，他以为他是谁呀？定住阎王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为了匡复大元，做他的皇后，臣妾做的这一切，不为权势，不为皇位，只为自己的丈夫平安。济国危重，那就只能委屈了家了。皇家争的是江山社稷，可是椅子只有一把。能做的可不止一个人。儿子不怕这上面的刺，这根吉杖儿子握得住。小以为能坐到那个位置上，便是吕家满门族灭，算得了什么？皇长孙天性仁厚，仁厚诸王皆可反，殿下不可反。寡人什么时候有以后退路？所以无论如何，这一仗朕都是一定要打的。他们谁输谁赢了，这江山还是姓朱。自号和先太子之后，这世上便再没人有资格做殿下的对手了。当务之急便是要集中士权，朝廷削藩，当自燕王时，事成事败，这一回一战而决，再集大军，征讨燕藩。狼为了活命，有时候要学会扮成羊，但狼就是狼。头无正人，内有奸恶。病性病导致，以清君侧之恶，还以天下，奉天尽人，奉天尽人。他已经把这个贴到朕皇祖宗的陵寝了，你还让朕视若无睹吗？他才是大明朝真正的皇帝。朕不但要虚名，更要实力。在
天子嫁过于天，不比寻常人家。听闻殿下不日就将大婚，还别在此，先恭喜殿下。我过去就不打算娶你，现在也不打算娶你，将来还是不打算娶你。你的婚事谁也改不了。他老子是皇帝，他哥是太子，只要你还姓朱，只要你还是大明朝的王子亲王，这就是你我的命运了。我还是我吗？半生父子，一世君臣。弑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朕的儿子你的儿子都对得起这大明朝。